大家好，我是王狗。相信这些影片大家多少应该都有印象吧？没错，前20名的15秒恐怖大赛，那个时候很多网络新闻都在大肆的转载。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第3名，小孩出去说：“爸爸那里有人。”然后爸爸出去看，结果发现，外面的那个才是自己的小孩。然后那个客厅的小孩又冲进去房间说：“爸爸那里有人。”因为一直轮回。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下，这些影片竟然这么的精彩，为什么只有2017年没有2018年的呢？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就是这些影片的母亲。影片创作者其实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或许是业余的导演，或许是种菜的农夫，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是荧幕前的你。只要你对制作15秒恐怖短片有兴趣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投稿到这个网站，我会有专业的评审，评选出你的影片适不适合进入他们的排行榜。2018年的呢，就在去年的12月投票结束了。那带大家来看一下最新的前20名恐怖15秒短片。阴湿路的概念。他打给他妈，然后凶手就是他妈，还蛮有趣的。黑色幽默吧。然后被东西缠住了。Children, save some for me. 母女佳丽。Hi. Hi. I miss you. What? 男版安妮。No one will ever break your heart again. It's lonely here without me. Please don't leave us. Just don't leave us. All right, everyone. Please liste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new. 这什么意思啊？他跟那个老人说，没有人可以再伤害你的心一次。他听到很多坟墓里面的尸体一直在讲话。Change. Please, anyone, change.I love you, and I'm sorry. For what? For being so dramatic. I love you too. 我靠，这个有，这个有。Finally free and clear. Thanks, Prince X. I'm finally free and clear. Thanks, Prince X. Talk to your doctor to see if prescription Glutex is right for you. 有一点警示的意味吧。What kind of spider is that?
Do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you get bit by a wolf spider during a full moon?所以这个意思是说，那些红色的夹蛇是用他同学的血做成的吗？吃素吧。Ouija board. Just felt safer. Right hand red. 把虚拟东西现实化。那接着看我们最后一个第一名。Oh, where are your candy bags? And what are you supposed to be?片呢，它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让你吓到，你要往里面看，剖析开来，会发现它里面那个毛的点。这些作者是还蛮有创意的，一些没有做傻事之前要好好思考一下。其实还有很多有意义案例的。这次2018呢，他们总共决选出了前97名，我会把网址贴在下面的简介，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点开来看。还有，它有一个投稿专区，或许2019年就可以看到你的身影。不知道大家觉得2017跟2018哪一年的作品比较厉害呢？对，我是喜欢2017的第三名跟2018的第七名。空间的概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预知梦的那一集。时间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有一个说法是，时间跟空间其实是对等的正方体的概念。假设我们人类在最左下角，外星人在最右上角，往左边看的时候，他是看到过去的轨迹，地球会看到恐龙。如果他往右边看的话，他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世界。还有一个说法是，时间也跟运动有关系。之前就有物理学家拿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原子钟，一个放在飞机上面飞行，一个在地面上。实验结束之后，飞机上面飞起的原子钟换了10几%，至今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真的找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者是只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日出日落公转自转而定义出的一个单位。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以后慢慢会探索到的事情。刚好讲到时间呢，我就想到一部影片，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好了，会让你看完觉得哇，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影片就不是可怕的了，所以我就不陪你们看了。
那个笑脸呢，最后应该是被困在虚拟的空间里了吧？说到这里呢，刚好，其实它是一个蛮好的东西，只是玩一玩之后也没有再玩，所以我不想要把它放在这边积灰尘，就送给你们吧。然后它的刹车系统也很好，嘟，只要你留就有机会。今天就到这啊，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可以帮我点赞、按喜欢，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